当1000只深海巨人僵尸来到青青草原，哪些植物能打败这群深海巨人僵尸呢？测试正式开始。第一个挑战者，迪奇兄弟。迪奇兄弟挑战失败。第二个挑战者，激光豆。激光豆挑战失败。第三个挑战者，尖刺秋葵。尖刺秋葵挑战成功。第四个挑战者，火葫芦。火葫芦挑战失败。第五个挑战者，防风草。防风草挑战失败。第六个挑战者，地心发射井。地心发射井挑战失败。第七个挑战者，西瓜投手。西瓜投手挑战失败。第八个挑战者，冰龙草。冰龙草挑战成功。第九个挑战者，苹果迫击炮。苹果迫击炮挑战失败。第十个挑战者，水仙花射手。水仙花射手挑战失败。第十一个挑战者，双枪松果。双枪松果挑战失败。第十二个挑战者，火焰花女王。火焰花女王挑战失败。第十三个挑战者，爆炸草莓。爆炸草莓挑战失败。第十四个挑战者，粘蛋糯米。粘蛋糯米挑战失败。第十五个挑战者，猕猴桃。猕猴桃挑战失败。第十六个挑战者，熊果救炮。熊果救炮挑战失败。第十七个挑战者，灌草击剑手。灌草击剑手挑战失败。第十八个挑战者，茄子忍者。茄子忍者挑战成功。第十九个挑战者，原始豌豆射手。
原始豌豆射手挑战失败。第20个挑战者，杰克南瓜灯。杰克南瓜灯挑战失败。第21个挑战者，板栗小队。板栗小队挑战失败。第22个挑战者，冰西瓜投手。冰西瓜投手挑战失败。第23个挑战者，地锯草。地锯草挑战失败。第24个挑战者，捣蛋萝卜。捣蛋萝卜挑战失败。第25个挑战者，激光黄瓜花。激光黄瓜花挑战失败。第26个挑战者，雷龙草。雷龙草挑战失败。第27个挑战者，突击竹兵。突击竹兵挑战失败。第28个挑战者，原始大王花。原始大王花挑战失败。